哎，这里有一个幽灵洞，哎，进入地下城，距离消失还有100多分钟，哎，也是 BOSS， 哎，幽灵洞窟里面有 BOSS， 是不是该进去挑战一下的？莫名其妙发现一个怪怪的洞窟，里面有一个怪怪的人要打。好了，我的帕鲁把我帮这些人全部处理掉了齁。里面有 BOSS 要打。哎呦，来到这里了，这个地方是什么鬼地方啊？感觉好像更神奇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解决你们。哦呦。哎，不要这么冲动。还有我的那个路是不是进不来啊？这个路口太狭小了。哇哦，这里到底在干什么啊？感觉好像要举行什么神秘仪式，对不对？这个地下城大蛮多的哦，一路往深山走进来了哈。哎，这里有不一样的那个帕鲁。哎呦，好像可以来一下哦，一只一只来好不好？不一样的帕鲁，解决你。哎，对不起，被打死了。那这里的嘞，勾魂油，好了，这个要丢了啦，不然他会死。嘿，再丢一次，连续丢两只，一只不中，换一只。我就这样一直丢，早晚会中嘛。哎，有了一只，有了，这只有没有？有了两只。那个血不能一直狂丢了，他们没有办法，不然就变成这样了，太可惜了哦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发光石。嗯，这里也有不一样的，遁地鼠。哎，好了，遁地鼠来一发，遁地鼠来两发，遁地鼠中，有碰到你了，滚地球，靠近一点，哎，有了，直接中了。哦，前面一开始就是打一些人啊，盗猎集团，然后后面就是真的在收服帕鲁了哦。嗯，感觉我比较像盗猎集团啊。哇，哎，这里好深哦。哇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那个很深的地方我没有跳下去了啦。哦，这里，哦，紫霞路哦。首领呢？哎，我紫霞路打紫霞路好不好？紫霞路来照顾我一下啊！紫霞路打紫霞路，你的首领也没有我这么强啊！哎，收服一下，首领也没有我这么强啊，所以我应该有机会打赢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好，先把几只，先把小只的干掉。然后打一下 BOSS， 嘿，哎，嘿咻，有没有机会了？5%，哎，等一下，5%丢一下，5%丢一下，26%了，先收回来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有了，抓到了，赞呐、啊，哼，所以这里。我就成功收服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这里是什么东西？哇，感觉在积蓄什么能量炮，有没有？开启十字弓设计蓝图。哇，毛皮盔甲设计蓝图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离开地下城哦。我还不要离开啊！我那个跳下去深处那里，我有点好奇啊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好奇，我个人是很好奇啦，虽然打完 BOSS 了，就是这下面呢、啊，大家不会很好奇这下面是什么吗？还是跳下去就死定了？应该不至于吧？会咻，我飘啊，用飘的，哎，这个应该不会死吧？慢慢飘下来，啊哟，这个下面有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没什么东西，我被骗了。
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好了，没什么东西我被骗了，骑出去了啦。我因为有这些帕鲁，我才敢这样乱搞。好了，正式离开地下城哦。是的，所以我抓到这一只，算是一般的 BOSS 还是很强的东西啊。我也没有感觉到它有多强哎。等一下回去再看好了，我还想继续往前探索一下哦。走。哎，这里星夜猴，哎，我秒掉星夜猴了。我想说，哎，他这样都秒掉，那我怎么打？先回来，啊，我只能用其他的东西砍他了，是不是？星夜猴，换一个比较强的刀子好了。星夜猴，我的武器直接会秒掉他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这样子，收服一下，我这个应该。没记错是没有收服过吧？前面的猎狼是不是也没有？欸，真是嚣张的家伙！欸，对呀，要不是你马上秒死，我有需要打得这么辛苦吗？先收服一只啊！我好像到了新的区域，那个可以捕获比较多其他宝可，欸，不是啊，帕鲁了，一直改不过来，果然是首次捕获哦。这里刚刚的那个狼应该也是。好喽，看到喽，猎狼，哎，我射，我再射，再射一枪会不会死啊？哎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很棒，很棒，来，收服你，哼哼哼，会咻，哎，要中喽要中喽，这个连续两只好不好？嘿嘿嘿，胆小，哎，他胆小哦，我以为他很强。噔噔噔噔！哇，这边还有好几只哎，欸，这边的猎狼好多哦。这里又有一只新的，我没收集过的哎，欸。哇，这里没收集过的其实还真的蛮多的哎，欸。射一箭，然后丢个球，哎呦，然后这一只也是一样，射一箭，一样丢个球。这个有点远，嘿，好了好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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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发现这里有一个传送点呐。我可以直接从这边回去，欸，好，解锁，快速传送，噔噔噔噔，好了，直接回家哦，已经跑到这边来了，很快就要从这边跑到这个有圈圈的地方嘞，回来看一下我收服的新帕鲁哦，这个 BOSS 级的，BOSS 级的有比较强吗？多一个 BOSS 符号。攻击率有比较强吗？因为等级比较低啊，所以这样看好像不太准哦。好啦，也把它带在身上好啦，毕竟 BOSS 就是得一下尊重嘛。其他的新收服的这些，感觉好像没有特别需要拿来做工作的，对不对？没有特别需要安排什么工作的他们。我升到20级了吧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又有粗暴的野生帕鲁来了！哎呦哎呦，我好期待哦，我好期待哦！快快快快快快，炎魔羊！哎，我是不是可以收服一下？希望可以收服你哦。这个除了这一只，其他的，可以捕获几率2%。拜托你不要死！拜托你不要死！快死，狂丢球哦！哎，感觉没有啦，都被干掉啦！啊，你这样子没救啦，你不被收服就要死了，好不好？不被收服啊，你死定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快丢球！不被我收服，你就要死了啦，像这些一样啦。有有有，首次捕获一只哦，结果胆小无底之位，欸，这种胆小的人怎么可能来突袭别人啊？你是受到什么刺激啊？受到什么刺激呀，啊？原本以为能抓到其他的，结果都死啦，啊，瞬间就被那些我家的人好凶悍哦，只能这么讲。回到家里，我看一下哦，我有拿到一个配方，叫做什么？少见的十字弓，优质的十字弓是不是可以制作这个？还有优质少见的那个皮毛盔甲。这个需要古代零件部件欸，欸，用在这边值得吗？值得吗？
等等等等，先回收哦。好啦，那先不用好了，而且我也用不太起哦。目前升到20级了，就先来学这一个好了。金属锭15，铁钉要10个。哇哦，还是要学啊。为了升级嘛。哎，我的小麦是不是快要熟了？好了，可以盖了哦，把这个一样盖在这个石头旁边哦。武器制造台，哎，人来哦。哦，大家都冲过来了，大家都冲过来了。哎呦，武器工作台升级完毕了，这里也可以制作哦，同样一批东西哦。嗯，哦，这个高级工作台都可以做啊，是之后才会区分出来是不是？好了，不管它了，我先继续升级哦。目前要建造柔软帕鲁床铺，将工作站移到据点内。这个移进去，这个没问题啊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常常不小心就按错、哦。好了好了，再派契契儿去工作啦，采伐领袖。嗯，好了，派你工作啦。他可以帮我浇浇水，制作一些手工艺哦。哎、欸，我要这么多人做手工艺吗？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子啦。帕鲁的柔软床布，哇，要24级嘞，又要升更多了。所以我目前没有这么多床。没有办法升级柔软的床给你，你就继续睡草席吧。要24级，就是要继续收服更多的帕鲁嘛。哎，这里有新帕鲁吗？胡小象，哎，这好像新的哦。那个我要换一下我的武器啊，那个只有4级的，好像一下就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胡小象。那我先下马好了，回收这个，哎呦，哎，哎，这个可以丢了，100%捕获几率。胡小象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先收服再说。哦，胡小象原来是长这样哦，哦。还蛮可爱的哎、欸，好了，99%收服哦。哎，我的防具怎么又坏掉了？胡小象水属性能力只有浇水哦，那我收服这么多只干嘛？还不如我的鸭鸭，对不对？还不如冲浪鸭。哎，这里有一个松鼠雕像吗？哎，为什么会藏在这？翠叶鼠雕像，哦，好哦，那个又要晚上了。翠绿鼠看到了，也来收服一下好了。这里有蛮多野生的这个卢米尔、欸，哎，哎，呜咻，哎，射一箭就快死了。那这样子丢，嘿，继续收服。那个好，这样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还没有，拜托你们乖一点好不好？哦，21级了，果然一直收服，还是有用的嘛。我看一下这附近的地图，哇，我已经从这边直接这样绕过来了，这里有没有传送点啊？没看到什么传送点，不过有看到一只怪怪的生物，这个，哎，换这一把，喂，这个叫什么？猫符怪，好，我要射，猫符怪我射，快咻，射，应该可以收服了吧？嘿，走吧。猫符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样还不够、哦，哎、欸，再射，这个已经血很低了、欸，哎，啊，你再不乖乖给我收服，你就要死了哦。现在都用恐吓的有没有？再不收服要死了。上面那一个是不是我们的传送点啊？在这个山坡上面，哎、欸，好像有看到哦，在这里。喂，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结果没有。都没在这哦，难不成在正对面哦？
哇，还好像是哎、欸，不是在这里。那这个草是什么草？哎、欸，我以为这个可以拿哎、欸，真的不能吗？看起来超像的、啊，超像可以拿的东西有没有？结果不行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搞笑、喔，结果那个传送点都是在对岸的啦，都在对岸，都在这里。这里好像有一个东西哎、欸，我骑乘我的那个帕鲁去拿一下好了。现在这么暗，其实我也看不太清楚。我的帕鲁被我丢到哪里了？好了，坐上去喽。那个我们先去这里拿个东西好了。我飞，它其实应该是要从这边走过来的。没关系啦，我现在能飞，我干嘛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飞到这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然后哦，这个也是那个哎、欸，苍绿鼠的雕像。哎咻，捡拾苍叶鼠了。下面好像还有一个宝箱哎、欸，哦，不是宝箱哎、欸，是蛋蛋。这里有一颗平凡的帕鲁蛋。哦哦，藏在这种地方感觉就很不平凡哦、啊。好了，拿这个哈，雷恩佐伊雷恩日记。哎、欸，我上次好像也有拿到一个日记，然后都没再看，对不对？求手记，漂流者日记，这个漂流者手记。哦，看到了帕鲁像鹿的帕鲁，一时安装上骑了上去，还蛮舒服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昨天我立刻逃回来了，那座塔还是很到在意。哦，帕鲁反击了！哎、欸，我现在应该可以去打了吧？我都已经换装备20级了。前面这里也有一颗帕鲁蛋哎、欸，润泽的帕鲁蛋。哦，好哦，那我们好像差不多了吼，看得差不多了，有宝箱，开启。哇哦，哎、欸，那里还有一颗蛋哎、欸，那其实蛋都藏在很神秘的地方哎、欸。要不是我有骑着鸟在天上飞，啊，真的都不容易发现呢、欸。这一颗是什么蛋？来看一下哦。哎呦，又是平凡的帕鲁蛋。已无空位。哇，我的包包满了，太快了吧！我是不是要存一些东西回家了？这个拿来吃一下好了。等我吃，等你吃。好了，应该有位置了。好了，没位置，要回家了。把东西塞在家里哦，直接飞过去。好了，那个刚刚因为拿到一些蛋，所以身上位置不足嘛，来孵蛋啊，来，然后孵蛋的同时继续整理我的包包哦。刚刚我在旁边这边多做了一个箱子，那这个箱子我可以把这个设计图放进去吧。这个设计图能直接用掉吗？如果直接用掉，是不是就不需要一直带着了？好了，我目前没看到使用的选项哦，看来好像可能不行，不知道。总之先放在这里面三张，然后把我这个融资波动的技能果实也放在这里哦。之后看是要得谁吃啦，然后这一个红宝石也不知道干嘛，都丢在这里，这样子应该有比较多空间吧。好了，处理的差不多了哈，我去打一下这一只啊，那个这个教学模式的最后一只啊。我现在有一些很大只的，你看这一只这么大只，应该很强了吧？哇，坐上去，感觉超帅的啊，就骑了这一只大只的去挑战哦。